第32题，某水溶液的 pH 等于 13， 经加水稀释，则 pH 值会如何变化？我们晓得 pH 值小于7是酸性，大于7是碱性，就是 pH 值越大就越碱，pH 值越小就越酸。今天 pH 等于13表示是碱性，加水稀释就不那么碱了，所以变得比较不碱。比较不碱就表示 pH 值要变小，所以答案第32题问我们说 pH 值会如何变化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 渐减。